哦，不过这个队员都升华过了哈。哎呦，也跟原本没办法一模一样啊，除非你去创一个以前的账号。好，开起来。野猪九 combo 啊，因为他这个少一个新猪比较好转。这哪里有啊？这还好吧？我记得自爆20000嘛，对不对？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点来了哈！以前最经典的就是要先把它点掉，哦，这样它就不会自爆了。哎，四系，看，哦，好，还好。下一关是越战越强，哦，然后技能又回复。叠一下，哇！这个伤害20几万，开了双屋才20几万哎，开了三屋才20几万是什么鬼？先打这只，好，这边的话，等他 CDE 的时候开暗淡这样子。这样，叠，OK。以前还打不太找人代打，欸，我以前这个东西这个关卡出的时候，其实我还很烂，欸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认真在玩，就烂烂的这样子啊。我竟然不能转全体攻击，对，按钮是不能转全体攻。以前打100万就可以截图了，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，这个算是老玩家的回忆啊，真的，真的要很古老很古老才有办法理解。要转单体哈，我记得这个木油以前就是要都要转单体才有办法顾。好，来到王冠啦，啊，王冠五鼠盾有没有？哎，干，少一鼠，少一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开主角，好，哦，可是他打多少？12000，我想要用 U 转。哇，怀念的 U 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怀念的 U 转，OK，U 转啊，谁还记得 U 转的啊？谁还记得 U 转？我就赌上面有两颗光，我就赌上面有两颗光。有了哈，OK， 嘿嘿 ，U 转，以前要 U 转，好啊，20C， 太怀念了，老玩家。原来是高潮了，原来是高潮了。哎，欸，其实是可以解这个五种属性成就，欸，对，带着这个光主角就可以解。我刚刚应该要带光主角，